有些杀手是秒杀对方，有些多花几分钟凌虐，更有些杀手多花数小时致死。现在这个杀手花上数年的时间去杀人，这是一切乱源的开始。哦，空档时间好无聊，不知道做啥。绝命的时刻来临了。哦，后面都什么？你谁啊？现在中山医学生张仲宏必须逃跑以捍卫自己的生命。以为逃到图书馆就没事的仲宏，殊不知真正的噩梦正要开。怪疯子，一直拿着书本不曾攻击我。我不知道到底干什么。我随着纵横，我在中文图书区，还是在资讯检索区。不要再追我了。用完电脑请记得关机，亦或在西文图书区。杀手能在不停的追着纵横，甚至纵横要到安血区看个电影。也仍然逃不过浩劫。不，应该不会追来的吧？你要怎么办？你无法逃脱，你无法阻止。你杀不了他。拜托来救我，我现在被一个疯子。图书馆内，请勿大声使用手机。他永远都会找到你。直到你死去，甚至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打掉你的奇奇乳加巧克力。
请勿在图书馆内饮食。欸，宋红，这本书还蛮赞的诶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把鬼东西拿开，不要再来烦我了啦。啊，他是有疾病的。这也许是电影史上最害人的谋杀片。透支零成本，遍及中山一图书馆。耗时三小时，票房预计上看个位数。慢的可怕的杀手配上杀伤力极低的舞。书是拿来用读的，不是拿来敲的。中山一图书馆，关心您。